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郭宏，来自于中国北方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。 And I graduated from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. 在从事对外翻译工作近20年之后，我在高老师培训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。由于对教学有着丰厚的兴趣，所以在教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可以说，很多学生得到过我的授课和辅导。由于我的投入，也使得这些学生在语言学习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大家都知道，英语有26个字母。下面我把这26个字母对应于汉语的发音整合一小段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。阿波斯的我和你，阿佛哥在一起，和一基科学汉语，了摸呢口耳目，窝坡七其努力，日斯特同进步，乌威乌好快乐，西伊兹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怎么样？希望奇妙的汉语学习可以把我和你们连接在一起。那好吧，赶快行动起来，点击课程，让我们开始奇妙的汉语之旅吧。 OK, let's start the joyful journey of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.